出表现，小英赖奎笑而不答。出的表现吗？燕子台风重创关西机场，旅客通通被受困。大陆驻日大使馆第一时间迅速成功接送台港澳旅客，反观驻日大使谢长廷的应变却接二连三惹民怨。但是目前谢大使跟全体驻日代表处的同仁也非常辛苦，那目前当务之急也是为大家继续解决问题，请大家给他们打气。抛出关西机场断桥画面，瑞王定宇替谢长廷缓颊，大陆派车救援是假新闻，马上被旅日游客打脸，王定宇根本移花接木。放上和旅日游客的对话，绿营管碧玲跟着力挺谢长廷，强调虽然无法和大陆相比，但驻日单位也已经尽力，然而看在民众眼里只是越看越怒。假设他无心在日本的外交工作，建议总统府外交部把他调回来，让他专心回来评选举。大使落漆人民骂，绿营猪队友护航力挺，就怕越描越黑。记者黄天耀、陈欣怡台北报道。